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浙江台州，这里是台州市的椒江区。我今天来到了椒江区的这个是公交车的一个停车站间，后面就是台州市体育中心，后面这边是一辆155路的双层观光公交车。待会坐到这辆公交车上，以公交车的视角带大家游览一遍台州。上来了，直接上二楼。我现在在这辆公交车的第二层，这边还有3张桌子，可以放一些东西。如果乘公交的车的时候，行李比较多的话，可以放在上面。后面就是台州市体育中心，有一个特别大的运动场。前面这里是观光的视角，有一个非常大的玻璃，看外面景色是非常适合的。椒江边上去逛一下，
看看椒江的风景。大美椒江，看看椒江两岸的风景。前面那座桥是椒江大桥。这个视频以公交车的视角带大家游览了一下台州的一些城市风景。